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你也别太责怪自己了，没有人想着你。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一路上越来越多飞机残骸了，飞机驾驶舱应该就在前面。 没有烧毁，哎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赶紧上无线电收发器吧。 我父亲是飞行员，现在收发器在下面。我去拿。啊！
了。主人，怎么了？别动，站起来。是线路出了问题，我再试试。
都已经被生活压垮一次了，这次我想活着。有时候觉得没有后路了，那也别泄气，好好走下去，我觉得他能给你带来好运气。Answer.